哇！对，啱啱曝光，尖沙咀搞乜鬼啊？揸咗成11、12年嘅时候，影记茶庄成员啦，都蚀样喎，真系惨啊！啱啱成交咗3,630,000，而家企咗喺呢个尖沙咀呢个汉口道呢度嘅时候咧，有间嘅铺头就卖咗出嚟嘅时候咧，之前嘅入货价咧几钱咧？系4,400,000。2010年嘅时候，12年前嘅时候啊，就讲紧系蚀样。咁啊，睇睇报。而家就講係星期嘅四晏晝嘅6:50，唉，突然間睇到呢單成交，諗住翻屋企即刻扭太過嚟睇呢度，就2022年嘅1月19號，冇計啦，大家都係為咗揾值。呢個前面呢個英記茶莊呢個位，英記茶莊呢個位就單邊位圖積嘅所有資料睇到噶啦，咁啊都幾負面啊咁樣嘅，走埋睇睇。好，影住呢間英記茶莊英成龍大廈先。門闊大概16尺到啦，你睇到圖跡噶啦。深嘅時候咧，就大概我諗係25尺左右啦。咁啊，望望呢度嘅時候咧，佢就屬於呢個嘅尖沙咀呢個嘅宜昌街呢度啊。宜昌街呢啲比較靜啲嘅，但係出到漢口道街就旺好多啦。宜昌街好慘嘅，又窄又雙黃線啊，咁樣幾多騎就騎呢啲。一個角度就望下啦，呢個咧就關英記茶莊嗰個位啊，側邊全部都吉曬噶。你要望過嚟嘅時候，呢邊又係全部吉曬，哇！完全係吉鋪嘅懷抱啊！咁啊，向翻呢個嘅漢口道就開揚啲，但係呢度入到嚟咧，宜昌街吉曬，呢啲位真係要等通關噶啦，等遊客翻嚟噶啦，唔通關就冇可能賺錢噶啦，通關就有機會賺，咁但係唔通關就冇可能賺。望到大廈嘅時候又唔似話變被收購咁，所以就 OK 咯，等通關啦，點知係博通關。呢個英記茶莊呢個位置，到底基本資料你聽先，就講緊係最新成交啦，堅噶啦，就註冊咗。咁啊呢一間咧，我都冇乜收過喺坊間力谷過，咁啊總之一賣就賣咗啦。就講緊係尖沙咀漢口道19號響呢、這個宜昌街，咁啊講緊地下嘅 M1 鋪，咁啊講緊係3,638,000就沽咗成交咗，建築面積730尺啦，門闊你睇到啦，16尺，變深嘅時候大概25尺啊，30尺左右啦，叫超級大出，所以啲建築面積你知啦。呢、這個小行大單邊，小行單邊位啦，咁啊拆價嘅時候有49,000多咁樣啦，咁啊原本業主嘅時候咧就包括咧姓陳嘅幾個人咧，即係英記茶莊嘅家族成員啦，佢哋咧就係2010年5月份咧就用4,400,000買入嘅。4,400,000買入，咁之後就4,400,000買入，就沽咗3,638,000，哇！真係揸咗11年、12年嘅時間咧，都輸咗762,000喎，最慘喎呢度。咁啊，呢度咧就講緊係英記茶莊租用咧，就講係74,000，雖回報大概係2.4厘啦。咁啊，租約就去到呢個2022年嘅3月份噶嘛。我手上面有嘅資料就係咁啦。呢度再睇翻啦。咁呢一邊嘅時候咧，咁入邊亞視嚟到好多食肆咧，喺尖沙咀咧重災區呢啲位。咁啊，呢個位嘅時候就3,600,000。咁啊，出翻嚟外面呢度嘅時候，你睇到漢口道咧，就即刻咧就會開揚好多噶。嚟嗰間鋪啦，擺咗出嚟漢口道，梗係值錢好多啦。咁前面咧，前排你見唔見到阿汪敦敬嘅就8,000多萬就買咗個單邊位，嗰間就大間好多嘅。咁嗰間開揚好多，咁啊之後後來嗰個咩嗰、那個咩陳善飛啊，又喺側邊買咗8,000,000到啦。我講過曬噶啦。咁呢間英記茶莊嘅時候就3,000多萬，咁、那個位又縮咗入去好多，咁爭好遠呢個位。咁你問我就再影多次常用大廈先啦。咁啊呢度咧3,600,000，咁講真今時今日咧，咁啊貨色咯，叫做單邊位，面又寬。OK 咯，我唔覺得超平，我唔覺得貴。5.5分位啦，遊客翻嚟呢度會貴啲嘅。咁啊一個5.5分位，5分至10分超平，1分片啦，5.5分啦 ，OK 嘅。各位買家，要等遊客翻嚟啊，要等遊客翻嚟咁就 OK 啦。好，買家。